好啊，。感恩哦，安尼哦，我四界去困求，去拜托，啊，正是有保庇啦，感恩哦。金王啊，这嘛袂使讲哦，完全拢是神明的功劳啊。诶，是安怎讲？人讲爱情的力量，进前哦，阮大家对刘去照顾阮大小姐，一丝仔反应都拢无。一听到阮少年党阿讲哦，你病情若好起来，马上要甲你结婚，伊随反应啊，目屎毋则流落来。 我是哦，这大小姐听到少年党咧甲求婚的时阵哦，一定是足欢喜，佮足感动的，这心内一定讲哦 ，yes yes yes， 我愿意。想影无？啊，真想影爱情的力量这厉害哦。安尼这天若真正才好用哦，啊，都爱下重药啊，你爱有较侪支持的力量，你爱甲鼓励、甲支持，伊就会紧好起来。 进来啊！下班啦吼！来来来，啊，无恁讲啦，阮出来做工个。哦，无咱无用吼。哦，妈，来，姐姐，啊，当你即马去迄间新公司哦，会惯势袂哈？虽然讲今日是我头一天上班，啊，不过真顺利啦。好佳哉，安尼足好诶，足好诶。我有敲电话哦，互我较早诶客户，因知影我换新诶公司，逐个拢真听话呢。诶。 你阿咧哭啊？哎呦，阿未堪咩？我开讲一下，安尼恁两个讲，我来甲看一下哈。哎呦，应该迄阮孙诶。来了来了。哥，小英即马状况安怎？有进步啦，边个人你个讲起来拢有反应啊。我头头问医生，假使这几年来咧继续发展落去，以后要好个几率真大。真是啊。嗯。安尼真正足好个呢，哥。 你爱嫁予伊哥咧，好好饲饲伊。我相信伊生一定会当好起来啊。希望你讲个咧。对啦，你甲志伟发展了咯？嗯，袂歹啦。我甲伊即马感情哦，就亲像死铁共款，怎么拔都拔不开。是讲听伊讲，安尼就放心啊。讲到志伟。 我来想起就加冰，嘛唔知影伊后壁过了安怎。不管安怎讲，阿爷这条命是陈家兵救的，我欠伊一份真大的人情。是，敢无你对伊还阁未了解？哥，陈家兵的代志，恁大家可可能我有听入去啦。虽然讲我无可能把伤放下，我对伊的身份。 不过，我愿意试看卖。后盖我若是拄到伊，我会尽量卖予伊歹面相看，安尼好不好？好了。你有今日所有一切，都是我予你的。卡斯讲你阿家伫咧外口学袂乱来，互我知影，我一个全部拢收倒转来，这你是较清楚的。爸，你相信我啦。 我没有做对不起佩奇的事啊！你解开水不容易嘛？你解开水，我真正无做，你解开佩奇解水啊！爸，闭嘴，我不想听。我要去休息。老婆。 我跟你发誓，那个简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出一杯就撞死。表哥，嫂嫂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你跟她发这种毒誓，她怎么会相信啊？而且你这样做跟我之前的男朋友好像哦，他也是常跟我发这种毒誓，结果他还是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没被车撞死哎。嫂嫂。 我想表哥没有那个胆子啦，而且现在很多账户都被盗用，而且资料也都外泄出去的啊，所以我想你可能这次误会表哥了。
对啊，对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你就相信我一次嘛，不要再跟我赌气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想要我不生气是不是？在地上跪10分钟，时间不到不准起来。我没有做错，我为什么要下跪？你今天惹我生气是你的不对。怎么不想跪啊？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不跪我回美国了。啊，好了，我跪。好好在这里反省。表哥啊，嫂嫂一看就知道是聪明人，所以啊，你在发什么事，他都不会相信的，因为他不像你之前那个笨女朋友，你说什么他都相信。所以啊，你这次踢到铁板喽。苏乔，你不要在那边说风凉话好不好啊？风凉话？没有啊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哎，表哥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嫂嫂现在不在，我让你起来休息一下，我不会告诉她的，好吧？哇，这么听话，真是个好老公啊。嗯，哎，我看啊，你不要去选那个什么商会的理事长好了，我觉得你不如去选 PTT 帕太太俱乐部的会长，我觉得蛮适合你的，你觉得嘞？好啦，你要跪你就继续跪吧，不吵你了，我要去忙了。你真的害惨我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到底要整我整到什么时候？另外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五六，脚板凳啊，来来来，要坐来讲。哎，啊，无你是安怎？看起来敢若足忝的，还是公司的代志？不是啦，是阮厝内底的代志。昨暗佩奇怀疑我伫外口有查某，都去要转去美国。后来安怎？后来我佩奇犯规。嗯？真无简单哦，这无代志。佩奇犯规啊！哈，嘿，佩奇这个查某囡仔，啊，平常时看起来有够温顺的，啊，想要到性格起来遐尼歹。我看你还好好甲安道，啊，无以后日子歹过。大哥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你得讲唔对啊。这重点哦，唔是佩奇，是苏乔。像苏乔这种查某，才是上恐怖的。伊得袂到你温柔，伊就想要甲你毁掉，就像你无定时的炸弹同款，随时会爆炸。你唔知影状况之下，你就用炸甲碎糊糊。以我看起来啊，鬼气啦，找人甲做掉，卡袂到。你安尼啊，逐工啊油头革面。袂使袂使啊，绝对袂用安尼做的啊。为啥袂使？你是唔敢还是安怎？你若是唔敢啊？交我，我叫人给你处理，绝对清清气气。哎呦，总裁，你莫伫遐讲生笑好无？这种出人命的代志，我怎唔做嘞？我是咧替你设想呢。你和苏乔过情一大情哦，若是予恁丈人爸甲佩奇知影，你也知影后果哦。你家己也清楚，万不然也知影，你可能啥物拢无啊。雷哥啊，你每当逐项代志拢照你的意思啊！人命关天的，死狗若处理无好势，颠倒害着文良，你知无？好一个人命关天的！哎呦，周董事长，即摆新闻无同啊，讲话偌水准的。当年陈文生是发生啥物代志？
你当初害死郑文生的时，你敢有想到什么叫做人命关天？刘坤，你先讲啥？好，免在遐大声细声。我真正哦，足笨蛋，跟你讲话。你若无要接受我的建议哦，那安尼算啦，我走就是啊。赵成功，我就可以出桥，我嘛袂好死。这个卢坤哦，愈来愈不是款啦，脚袂着就要替人放血，安尼继续落去，咱真正要害死。你讲，甲你送手机的，那是你哥哥？是啊，是安怎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你生到这么水，想袂到哦，含恁哥哥嘛遐尔缘投，哇，你们家基因都很优秀哎。整家伙啊，拢是俊男美女哦！多谢你的欧乐啊！啊，我听讲你哥哥叫做郑月峰，你以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那身手利落，还有胆识，而且搁爱打抱不平。是啊，啊，不过你哪会知影？无啦。你嘛知呀，阮是一间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嘛。那这聘请人事进行，尤其是像你这种高级干部，咱加减爱了解这个人的背景嘛。所以咧，请你来进行，阮有做一挂简单的调查，希望你唔通见怪呢。袂啦。你甲你哥哥感情一定足好个吧？我听讲，伊以前。有一个叫做许天虎的人，艾米，歹势啦，我想想袂记讲，我甲客户有约呢，我陪伊吃饭，无我先来报应哈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无你去报应，我们明天见。啊，心怡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袂记去甲你讲，是安尼啦，我们总经理常常用视讯甲厦门大老板开会。阿温大老板是一个足特殊的人，他不喜欢在开会的时候被人打扰。那是讲你来进前，会当先敲一个电话给我，我就可以先跟总经理报告一声，安尼就袂干扰到伊的会议。这点你一定要配合。我知影，再见。走走走，歹势，阮这袂当做推销。无啦，走走走走。哎，阮的产品营养足好诶，好哩，你拜访者。而且无你这一下，走走走走。无啦，阮的产品营养足好。走了，真好势。谢谢。你没事吧？之前是在洗车场，这一次是在当业务。每次我最落魄的时候，都刚好会被你看到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陈嘉宾，我知道我爸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大家也都在劝我，但是上一代的恩怨，叫我不要记在心里。当然没有办法马上放下，但我会试着去做。